我们淘汰赛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，我觉得我差不多该走了。如果节目失去他，我觉得是节目的损失。大家综合投票出来的 MVP 有马里奥，有贺龙。在好笑的同时，其实你们也没有把论点落下，我觉得是蛮好的。我注意到一件事，贺龙，你松了一口气，可见你心里还是爱我们的呀。因为他有热忱，我们也希望看到不同的你，你不会只有一面啊，贺龙。